人族的一线希望就靠你了，江科。当你放下念的时候，我就准备好了。你还没有做好成为战神的准备。若你再不放下执念，成为新的战神，人族将烟消云散。 张科是战神之子，成为战神是他的宿命，也是使命。我爹是我爹，我是我，别往一块儿扯。北方极寒之际，暗黑复苏。暗黑从哪里来？是这爹的，终于等到了今天。 唯有人族战神之体与赤皇族圣母天之心融合，才能与之抗衡。